肌肉嘛，加上那个肮脏，然后去练的这个 source 掉了去，规个崩下去就胖。大家好，我是简单哥，跟着简单哥做餐，让你生活变得很简单。如果到了嘉义，有没有想到什么阿里山、方块酥、蛋卷？哥第一个想到就是嘉义的火鸡肉饭，哈，因为我真爱煮食啊，也是着火鸡肉饭啊，不为过啦。基本上我到每个县市啊，都会去吃它当地的美食小吃，然后回家尝试看能不能做出一样的味道。但是啊，我不会放弃我的粉丝们。今天简哥用简单的方式来跟你们分享这一道鸡肉饭。来，以下菜单我们请截图。首先啊，因为我们不是用火鸡啊，我们准备了我们的鸡胸肉啊，然后那个切了，先把我们的鸡胸肉来穿烫起来。后来怎么咱水滚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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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，咱下点点盐巴，来稍微的搅拌它一下，因为等一下我们要下我们的鸡胸肉，我让它有一点基本的香度啊，滚来掌控哈，来我们的鸡胸肉下去解穿，来。哦，可以哦，煮一下啊。来，这时候我们上盖。基本上我们鸡胸肉啊，我们应该会用水滚的丢下去，大概三四分钟左右。再来就关火，让它焖个八分钟至十分钟，看有没有入住不牢。哦，来 ，OK， 静待一下，滚了哈、哦，大概焖三分钟之后，我们关火，我们关火给它焖个十分钟。来，我们先放旁边。来，这时候呢，我们先来做其他动作。我们准备另外一个锅子，一样火给它开下去。那个鸡肉等一下我们要做个冰层，让它不要再继续熟下去了。好，阿仔起来先。大家去我先一下。来，这时候呢，我们就先做我们的 sauce， 因为我们今天要准备我们的小黄瓜，我们要自己来腌它。开火哈，不用太热锅了哈，来直接下醋哈，来它的炒了皮，来再来它的盐巴，来盐巴啦，糖啊，来我们的糖留一点点起来，好，来 OK， 然后火会来。来，干打垃圾嘞，让它融化一下。来，这样差不多 OK 了。来，我们再把它倒回去我们原本的碟子里面。来，倒完之后呢，来我们哈，接着锅子继续用。来，我们刚刚先调起来的这个醋加糖这个 sauce， 在大杯腌那的小黄瓜，来，这个我们先拿去冰箱冰一下，先把它冰凉。好，然后锅子啊，擦一下。来，揭晓机会。这时候我们要来加鸡油。来，那个鸡肉饭来胖啊，也有部分是因为那个哦。鸡油，那个胖米胖的加上一挂豆油，那就我们下一点油，好啦，落油，来煸咱的鸡油，鸡皮来下，把我们鸡皮留着，这边煸鸡油了没？哦，来，然后来姜，哦，来赶快做下落去，来姜啊，做下落去落煸哦，底下烧了吼，咱的鸡油用小火去煸，吼，你茫大火直甲吹下，用小火去甲煸，哇，咱甲煸甲规个来 ，OK 了。来，这时候呢，我们的鸡皮啊，打打它，哦，来，咱甲捏起来，来把我们的鸡皮来起来，然后我们的这个姜来嘛弄 OK 来。来，这时候呢，这些的油温呢，我们继续来开甲开了，开慢先抓。来，咱的红葱头来装锅落去，去炒吧。来，红葱头继续炒吧，因为调到烧，咱随关火。来，留下垃圾嘞。好，来，你对着火先压火，来，即摆咱火甲开了，小火一下，吼，煸一寡伊红葱头的香味出来，吼，烧个垃圾嘞。哦，好来 ，OK， 差不多了，这时候我们火关火啊，来，我们留一点起来。这个我们等一下要装饰用的，啊，捞起锅起来，好，安尼有搞了哈。那这时候呢，我们把我们的酱油全下，来倒入中的，啊，里面有酱油膏，我们混在一起了。来，炸了的米酒来下，不要拉起来，来，锅刚刚开了哎，来拉起来，来糖，好，刚刚的糖来全下，哦，搅拌它，搅拌它，好，来拉起来，拉起来，后来滚起来，来加一锅咱的白胡椒。哦，拉起来，来好了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先把我们的寿司拿先放到旁边。哦，我们刚刚焖的鸡胸肉差不多十分钟啊，来，这时候我们给它冰镇下去。哦，冰刚刚冰镇起来啊。来 ，OK， 好，给它冰镇一下。然后现在先放到旁边，继续冰。
着，反正我们刚刚调的哈，我们的小黄瓜加上我们刚刚的醋和糖哈，调改寿司，我们拿去冰箱冰镇了，这形容冰啊，咱就全部给搅了。好，来个起料来，我们用筷子又要给它拌一下，哇，这大点配分啊，一比一点呀。好，然后稍微的给它泡一下，再来，我们等它冰镇一下子之后，我们就要来把它撕成丝，再配上一碗饭，我们鸡肉饭已经快要好了哦。好了，咱俩咱的火鸡吧。好，来，咱先用一半，来俩做丝，好，来，我们用成丝，来，来 ，OK。咱的西嘛，好吧。啊，这时候我们准备来煎一颗我们的太阳蛋。本来该锅沸的，哎，不要运动，双压，来可以了。哦，锅热，好，来直接来，盖上盖子，放心点，咱的太阳蛋就完成。好，来，看起来哇，如此简单。咱的蛋蛋好了。好，来，还有一个没有上来。等一下，我们会炒苦的酱料，加上我们的腌制的小黄瓜，加上我们的鸡巴西，我们就完成我们的鸡肉饭。简单的美味，试吃时间，哇，看到这我真正袂懂的呀嘞。首先，我们的，我主要先吃小黄瓜，酸酸的开胃。你看看这，哇，鸡肉饭加上那个红葱头，熏炼的这个寿司掉了去，这个饭就叫胖了。太好吃！加上红葱头，我只要荷包蛋，你荷包还是荷包蛋？照着简单哥的方式，你们也可以做出超级好吃的鸡肉饭啊！再来，滚了我干嘛关掉？嘿，继续给他滚啊，哈喽，嘿嘿。